哇，来七十万就要豪宅啊咧！袂少钱，少40万，啊，伊家己搁拆36万。对啊，就是讲爱开70万。75万才会使。你看，古早若无一个爱搭的媳妇，以前刚出，啊，也无赚到，都也无赚到咧。哦，啊就，大家咧先拜来，鼓励一下，谢谢吼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家成功，为了台湾，你讲大家拢咧拍拼，啊，下面比起来，是爱算难赚的啦。迄阵囝儿迄个时阵，囝仔来拼，拼安尼开了侪钱，真正真简单。啊，王嘉怡。王嘉怡哦，我拄仔啊，就是银幕，银幕较巧，吼。都无动着。吼，啊，嘛是还有一个贤内助教，今仔日咧，台湾人是甲你讲过，吼，今仔日就是要将你的故事留下做记录，拜托黄树人，这历史，这足侪人唔知影啦，吼，就讲台湾的民主政治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是足济牺牲打拼，叫今仔日的哦，今天好，谢谢。啊，这真的很重要哦，因为在那个年代呢，开疆辟土第一代的，这真的是非常感人哦。那啊，我们也是按照年纪顺序，我们是要再来先介绍第二位，是不是？嘿，第二个本来今仔日安尼播很另外新闻的，但是吼，昨日我们蔡彦成董事长来讲，啊，嘉义的迄个交易啊，即摆伫遮。哦，啊！我找伊找足久诶，因为大部分伊拢住台湾，但是伊伫台入美国，有哪伊诶成就嘛是，一直是开业跟我们的破一样，是会计师诶，捌去伫国税局，像安在咧查税，做到不止遐大，但是伊嘛放弃等于台湾拍拼，伊伫彰化县选两边拢当选。啊，因为伊要入，伊就做一较决定，讲要加伊入去嘛吼。我查，伊带比迄个王德英啊带加一岁，嘛是出世嘛是日本人就对了吼。啊，我从我 Google 查看卖，维基百科查，你这三个内底上名是伊，伊维基百科无你两个名，但是有感交的。迄文章维基百科有名吼。吼，表示伊那是重要的人士。啊，今仔日真欢喜，伊要同讲一挂伊的故事啦。吼，不然15分钟啊，卖超过15分钟，拜托你讲一下啦，谢谢。哎，谢谢我们的江昭仪哦，因为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网络上查到他是第5届、第6届的立法委员，然后后来又选了这个县长，其实也当过这个田尾的这个乡长啊。来，我们掌声欢迎，谢谢。我要等于台湾以前，伊都投入台湾的这个代志，出发尽量不离啊，林医师啦吼，啊，我在座做些哦，都哦对台湾做大贡献。啊，我要开始讲以前吼，这个先介绍讲我对台湾创啥物。哦啊，以前是美国这段时间就暂时卖讲，长时间才贡献。我1995这个阿扁安尼做立委，请我等于民进党的这个立法院的党团成立一个国家预算中心，吼、哦、啊，我去做主任，啊，有几场事情干。但阿扁当选总统了，哇，鸡犬升天呐、啊！我嘛这个。啊，有做些积累啦，哦，积累滴吼，这个啊，我做为这个中华航空公司的常驻监察人，第二任的常驻监察人，哦啊，这个人啊，行政院长也财经顾问，伫另外底下咧上班的吼，啊个。兼迄个第七组的组长，第七组组长简单讲，拢总立法院无，现在伊有七组啦，哦，一组拢去管，管教育，管啥物话，啊，或管国防，啊，我这是咧管这个研究的战况啦，这个
简单讲，行政的总部啦，电器做做店，哦，所以我若出门的时，一定出门的时，关东哦，贵队啦，什么来拢爱对你行，哈、哦，对对你走，啊，这个我伫遐、做一段时间了后，我就发现讲，伫遐做官吼，我若继续我伫做咧，应该有机会步步高升啦。啊，但是。在大金我自己在那里呢，因为朝小爷的阿扁做总统，你看你无甲四分之一的席数，你现在一定去叫唐飞，叫国民党来做，国民党不买账，哦啊，伫另外呢，迄官员吼，大家拢做艰苦，拢去互国民党收益，哦啊收益，所以。在做官员的做甲讲，啊，不哪边动算了后的时候，因国民党的行政官员，大家拢想讲，即马阿扁来哦，伊做市长的时候，从台北市啊搞啊天翻地覆，改做者，所以人家拢会错。一个几个月了，我才发现讲。有一个政府官员伫立法院洪秀义，迄有一个叫陈必照，是广播的副部长。即过当当若要去接受备询的时候，拢困袂去，足艰苦的，到尾真早死啊！哦，迄即一个立体阿扁做官员哦，是真正的命命。啊，所以我全决定讲，我要等你选立委。因为立法院席次，这个啊，足重要。啊，我等你算的时候，要去讲盘算啦，盘算。啊，我第一个动算的是调查会啦。哦，这调查会，但是呢，毕竟是动算啦。哦，然后第二个搁算的时候，我民进党内面变第一名啦，民进党内面第一名，那么第二是。啊！我咧做立委的这中间呢，有发生几项代志啦。哦，一个中国的佛教协会，迄、那个理事长叫做韦雪哈，中南投的中大上是上钱迄个，哎呀，啊，伊的秘书就是沈志辉，沈志辉啊，然后跟国民党啊，伊要创啥呢？伊要希望讲，即个，伊遐宗教，伊遐宗教作着拢违法啦。啊，希望我要合法化，哦，政府该合法化。啊，合法化了后，因寺庙学袂起，伊即个山天美海角学袂起的所在，袂当去的，拢啊起去的，啊用旧义合法，啊过来。管的钱哦，会当减税，哦，把变作一个洗钱的管道，好，我因足以往我咧管变即通过啦，啊，通过吼，即个咧审批的法案的是即宗教管理法，咧即个咧讨论的时候，本来我唔是迄个委员内底，即个我无关的，我拢伫司法，哦，司法委员内，啊，迄财政的。来就很无关的，但是我看讲这作阵吼，我拢去参加啦，哦，拢去参加这个会，啊了后，咧修改一个条文，讲爱惜迄、那个叫做财富保护啊，哦，你设立了后，哦，把甲政府登记变作合法的，你爱创立财富。报告出来，啊是这沈志辉因两公因汉南都唔听，啊底下咧讨论的时候，其他民进党的立委无人站喺关键指导伊，我底下坚持讲，这个未使改，一定爱，啊是改冲突啦，改冲突哦，沈志辉人家站喺迄利害关系。安尼他不通过啦，哎，伊占多数，
伊占多数啊，所以就全无过。啊，无过吼，伊遮发一个公文，去予彰化县的佛教会，叫伊讲发到咱彰化县的会修尼姑吼，去好好处理，去示威，讲我反对佛教。我即个讲，我反宗教、反佛教，即罪名，好、哦、啊，但是吼、哦，迄彰化县迄个理事长啊，伊接到公文了后，啊，叫我去问看嘛，我到底啥物代志？啊，我在讲，我坚持安尼啊，一个思想，一定财务报告爱上我管，爱上我政府，袂使拢无袂，即迄。即个因夺冠啊，安怎钱来？即拢咱拢唔知影干，因教徒嘛唔知干咧内面几样知影尔。哦，所以讲一定爱报，爱因伫咧对外伫宣传讲，政府要甲遮个庙师扣税，要叫因交税，即拢我袂讲。哦，即个财报分析你甲看。这个最近台湾发生这个柯文哲，都是因为财报出来，后摆要查到有法度查。你若无财报，无半项物件，毋知偌侪钱，毋知偌侪财产。哦，所以我做坚持，哇啊！迄、那个中国话迄个佛教会就伊讲我讲有理，伊卡着个技术讲。即同意我的处理，所以伊就无论何发动，这是一个东西是重要的，因为伊动不动就是利用这个，然后这个啊，你叫做这类似群众运动，要来搞搞你底下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美国路德教会，那是民国七十几年的时阵啊。美国拢对台湾撤退嘛，啊，一寡庙会啦，是一寡学校的董事会啊，拢讲撤退，啊，撤退只董事会跩规个迄个系统，拢交予在地的人去经营。啊，内面啊，路德会是其中一个，迄、那个路德会董事长重要是袂？伊吼将路德会下趟教会的财产哦，捐献入去，啊，即款为牧师，为牧师唔肯，哦，讲要袂使袂，啊，伊软硬兼施啦，用钱、用色、用什么，啊，就袂甲你转化，哦，啊，有几个牧师哦，去用拍死，就去。去予即个哦，当时用设计全害死安尼。啊，到尾啊，因有啊检举足久啊了后，到尾啊，即个当时就有去予啊起诉。啊，起诉一审的时候已经有判罪啦，有判罪哦。所以就啊，即个逃避。政府财即因比因迄个路德会诶财产，但是咧，咱台湾人发现讲，即个人已经证明讲，第一审已经证明讲是诈欺欺骗，偷卖财产，继续分做当事人，财产阁继续咧变，啊因吼因，我台湾的路德会。一寡较有即个年纪嘅人，吼、哦，伫监狱啊，伫遐不用，啊，无法度改变，无法度改变，因种即项代志，反正讲比较作废，讲是恁老来即个吼，财产可能点样卖了去啊，吼啊，即个政府佫放即个人伫遐里面，即足好。所以，伊来找我，啊，我去找财政部的管总老师，伊讲，法律是安怎写的？法律是讲，
那是判刑确定，啊，就爱爱理解啦。而且判刑确定爱五年、十年、十八年，你当然司法是拖定拖定。啊，未三审定谳以前，伊讲袂使甲放你。啊，其实这个公务人员怠惰啦、懒惰啦，无爱认真执行啦，因为毕竟因是一个主管机关，对其他的有什么坏，因会当监闭、会当处分、会当停职、会当什么啦，但是因根本上肯定要做变老变啦。当我看你三审最后看你判了讲哦，这个定罪啊，啊，提这张。就大家无会讲，啊！即摆即暗暝三千，伊就要啊，处分要啊，停职要啊，安怎的时候，伊就甲你讲我怎啊，去催你，你才表去甲你回啦。啊，所以遐官员大家拢歪做歹人，啊！所以放起个歹人啊，伫遐夹面膜在做法。啊，所以我是我去催迄个来做我的，哦。我就去讲开发这个道理，讲迄个发最后发你破坏，这是最后的手段。啊，未最后手段已经你哈足侪物件要处理，你唔处理，你放伊伫遐咧乌未来。到尾迄个部长就来同意我讲话，再来即个迄个当时就讲太大。哦，阿伯蛮不也蛮厉害官啦，但是伊已经过几年了的代志啊。啊，即摆我来讲一下吼，因为做这代志都袂了。即、這个赵仪吼，以前做过张孝仪做秘书长，哦，啊做过国民党嘅秘书长，啊伊是来个咧，即个办公室主任。赵仪好嘛，赵仪地方去骗钱，讲。即摆日本有一间足有名诶投资公司啊，即个科技人才要来台湾技术合作啊，啊，要来吼，要来开设公司啊，啊，未少。啊，最后不是发表新闻啦，人民讲迄个是特别重大，个非常诺贝尔奖金诶，科学家特别来啊啦，不是有只有诶微消息啦。阿伯有一天，吼、哦，讲这个工厂要开工啊，要设新工厂，啊，如今创一开工典礼，迄间简单都有啥电视咧看哦，迄一寡节目过完，你开工典礼拢看嘛，哇咧，创足水嘛，啊，内面有啥物人咧？给这部就稍微要动动起来咧，你看，大家拢来。啊来了，啊，就是讲破土典礼啊，啊煞，啊伊迄钱拢收啊，收了，到尾拢无动无静无消息，啊无了，来甲讲，讲啊了，我查着讲，要收哦，从你开工迄块地都是租的啦，毛钱的啦，根本就乞空的啦。哦，迄开工真诶假啦，钱抹掉诶是真诶啦，钱抹，吼、哦、啊，但特别啊，我著揣监管会，因为你公司要公开发行，这监管会管，监管会唔管，管，因为迄国民党大官伫唔敢管，啊，即摆检查官。伊也无公司，也无啥物货，吼、哦，伊蛮惨，大家拢惨。啊，这赵仪有人卡着咧，那钱拢哦，拢着去中国啊，伫上海，哦，讲我咧甲摸黑，讲伊要怎啊甲，要怎啊甲过啦，讲我甲摸黑安尼，啊，我咧解释这种台湾的事法，我条件是真假，真的。无讲遐哩，遐尼好啦。哦，这是我做个代表，有做个代志，但我简单用这三个来讲，予大家做参考啦。啊，即摆过来吼、
那你讲台湾做国际有几项问题啦？我只能了解啦，农委会啦，农委会吼，拢国民党把持，啊，真多厉害哩啦！那伊拢其实吼，因除了讲咧帮助农民以外吼，另外就是办选举啦。啊，选举吼，咱普通基层啦，咱无得遐伊选举，要设服务处，你个家己去找钱。哦，加油！你算来找40万美金，哦，爱找劳役会吼，伊本身是一个趁钱，伊内面有信用部，信用部就等干银行，我当上好赚的银行，好银行。啊，不然，政府的补助对农民的、对渔民的补助，对过去地方都是，哦，啊是，所以讲，哦，这个单位吼。迄、那个，即、這个变做选举过去吼，足厉害，足厉害。啊，像这以前阿扁的时代吼，有个改什么呢？改讲即个做两任的总干事吼，都袂使搁做啦。吼，啊，好样的，换人安尼，较食换人安尼，即个较袂讲盘踞遐久啊。定到成像，但是呢，同款有这个问题。阿扁的时代，你得看你无规划，好、哦，阿扁要安怎改呢？讲是做两任的总干事都袂使个做啦，爱换人，阿像国民党安怎改呢？就开一个会问人，讲阿哪只？考级甲等诶，总干事拢会当过人员嘛，过人做安尼啦。所以讲，阿扁诶时代国会无过半，足侪物件侪，足困难诶。哦，啊，即农委会像即个无解，即个阿怪问题啊，伊足侪啦。哦，我另外我有一个迄个投票率诶，政党投票率诶，你个话吼，咱咧选总统诶时候。民进党哈好啦，哦，选，哦，拢比较稳啦吼。你像咱有伫个，民进党48，国民党只有33尔吼。啊，你啊看，伊都大概上镇长吼，民进党只有28，哦，啊，若村里长只3.5，啊，你讲国民党嘛无悬啊，国民党32.8吼，迄村上镇长32.8，啊，村里长。无关啊，其实，伊即内底有足侪波动诶，波动拢是国民党，拢是国民党，哦，所以对这来看，伊即种伫传递吼，3.8%相当低啦，哦，而你伊乡镇顶嘛是困难，这四个叫有一个民进党乡镇长，所以表示讲民进党伫基层吼，啊是足弱。啊，足足其中一个就是农会议会，啊，当然我还有足侪其他因素啦吼。我来台过了，我等于十多年。啊，即我搁来第二个吼，这是我一时要推动的，拢推动袂行，因为我作为财政部的召集人，作为司法的召集人，所以这照讲，我早日提拔你，就是要处理一下。我想来讲美国啊，美国有六个做歹代志吼，啊，你讲贪污啊，啊贪污做歹了嘛，做歹看到讲，这几号你爱票你就上，做歹了，哦，但是美国老头子唔上贪污，用逃漏税，你有收到？钱夹银行无夹银行，但一旦敲到户遐个钱时，来源不明，你报税无？无报税就开关。另外，尼克森的奴才以前啊，啊，迄、那个也副总统叫做安格纽啊，我咧做副总统，尼克森特别下台啊，伊准备要接总统啊咧，甲我去吼，去红茶了，伊做。州长的是有收了这10万块的红包，啊，不浪费。
但是呢，有一差都有七十万块，甲本上连所得税都袂管。台湾的贪污哦，足歹了，真正因为贪污啦，我要办这市长，要办好伊什么代志？哦，啊这一百万、两百万、千万，你就柯文哲偌济钱来退？伊好你时时关怀，哦，所以大家一下就真爽。啊，翕袂到，无人敢，无人点击，所以抓贪污足困难。你看他们想好就是我们照所得税，但是呢，咱台湾或者贪污是要报税，连一市连一市也好，以前做的也可以必须黑嘛，不，你的查公有对价关系啊，无对价关系，你是用所得税本里面想好，但是呢，台湾或者王建轩公开啊，你讲讲贪污。哦，非法所得的钱不用上税，不用交税，这么多利润。哦，啊，我以后也要推动这样的事，推动力量，因为无人支持，国民党党员，啊，我底下是，我民进党才三分之一尔，哦，所以，但是呢，这后摆哦，民进党会关心的，应该好好处理所得税。哦，头路所得税一定管，唔是乜钱啊？哎，买食会惊啦，无买唔惊啦。哦，所以像这款子来改，哦，啊，国内方面咧是失效这个，我理解咧，王耀生啊，嗯，就变到排月十个嘛，哦，啊嘛红旗手啊，这个也是招待，啊招待完吼。讲伊有过二十年，可以讲无要紧啊。哦，当然伊即个死啊啦吼。美国的法律是安尼规定哦，吼，因为有台湾迄个查税，就是讲，你若无阿未甲你查，阿未甲你查，哦，几年了，几年了，就袂使甲你查，过时效。啊，啊，你若是即个已经查到啊。啊，上起诉啊！啊，要来调往，你唔来，安尼是吼，迄时效无限的，无限，随时来发现就随时了。所以咱不是看讲哦，中国大陆做起来已经得啊，过了时效，迄是足无道理的。啊，我是讲，啊，当然那地方还有那组织犯罪，好黑啊，拍人，迄拍人吼。那一定，这种东西指数犯罪是叫我们要加深防范的，巧合，伊内底有写，但是拢无法度证明。好，迄乌都，迄钱啊，甲充公的时候，这个伊就变红嘞。哦，这伊拢无法度。啊，个另外这个基金会啦，这个一寡民间团体吼，无咧查税，无咧查税，哦，那所以讲。帮人拖，你讲咧，我毕竟个红十字会，迄些嘛是陈昌文在控制，为什么会在身体啊？我懂啊。哦，啊，我刚才这这里报告大家啦，哦，啊，等下有时间再过来讨论。哦，多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领导刘江洲。